处理。原警汇报到场，新北市汐止有民众投诉楼上邻居频频制造噪音，让他们不得安宁。就是这个声响让他们动不了，只好报警处理。派出所有人在吗？有没有人在？被控诉的是这一间公寓四楼的邻居男子，不满楼上邻居搬桌子走动影响他的生活，双方也曾因此发生争执。他买正楼神器反制，从去年六月至今往自家天花板、地板发出震动，制造噪音。没有想到竟然是三楼住户录下影片，向派出所报案。哦，邻居男子坦诚不讳，哦，本分局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哦，对邻居男子财罚新台币6000元以下罚款。邻居间因理性和平互相沟通，用微毛的方式回应骚扰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，还反而害自己受罚。打打人啊，打用我呀！哎，打我干嘛？骑楼下年轻人满身酒气，对着远景大声瞎。出手推远景，还辱骂脏话，警方鸣枪控制现场。远景当场逮捕四人，但事后就有人 IG 上发出现实动态，标题写着三重警察打人。影片遭到截取，有网友说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原来26号凌晨5点多，三名男子在超商内与店员起口角，附近 KTV 守望勤务的远景听到争吵声赶来调解。年轻人夜唱完到超商买茶叶蛋吃，夹取过程中弄破蛋，店员要求付费购买，年轻人酒气上来与超商店员发生口角。当时在附近 KTV 守望勤务的远景听到声响赶来劝阻，最难的四名朋友却加入推挤妨害公务。推挤有妨害公务的一个情形，那远景见状呢就对空鸣枪一枪示警，并且呢通报快打警力，警方执法一定有他的一个强制力，逮捕现行犯，这个过程呢一定会拉扯。夹破铜板价的茶叶蛋却不肯买，一群人夜唱完转战超商大闹开打，连假第一天脱序开场。三讯交警邢寿长新北报道。嘉义市一名宋姓骑士哦，被发现趴在 1.5 公尺深的水沟里面，他的机车半悬空的挂在水沟旁边的水泥块上，怎么发生意外的？现在警方还要理清。嘉义市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，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得到，其实当时呢，这一名骑士呢是整个人栽在水沟里面，而这个水沟的深度呢有 1.5 公尺这么深，而他的机车呢就卡在路旁的水泥砖上。没有那么好拉哦。一二三，六。消防人员抵达到现场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有路人呢帮忙指挥交通，因为呢他们发现到说有一名骑士呢是整个栽进了这个水沟里面，而这个水沟呢刚好旁边呢就有施工的工地，而这一名骑士呢其实姓宋，他的年纪呢大约在54岁左右，现在人呢是在紧急的加护病房里面救治当中。不过呢因为当时整个人呢是栽进了水沟里面，消防人员呢是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呢才把他顺利的从这个1.5公尺深的水沟给拉上来。而看看当时的地形，这个地点呢除了这个水沟之外呢一旁也有工地，而且架起了围篱。其实呢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会摔入水沟，现在警方还要进一步理解。